每天5点到11点必须要睡觉，白天孩子是要上学的，明天孩子4点半放学，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。那从今天开始，时间打卡，一天4点。你们这叫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，我可以告你们。我再次声明，这房子是我家的，大家记住，只拆房子不许伤人。他们死也得死到这个屋子里。向徐店长量房业务，然后取而代之，行吗？好看吗？